三从说完了，再说女人的四德。实际上，男人有没有这些啊？一样。我们通常儒家所说的“仁义礼智信”，啊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父为妻纲，大多数指的，一般都说是男性。所以，男人也有三纲五常，不是没有什么约束男人。那全都是女性怎么样？反而是知道三从四德的人现在比较少了，还不如有一点文化基础的还知道三纲五常，但是也都做不到了。那些我们好像也说过。那么富德、富容、富严、富恭。德，它有狭义的，有广义的。这种广义的，所有后边的这些，全都叫德。我们小学上过思想品德，就是他这个所做出来的一切呀，首先跟你的思想、想法就有关。那你想什么，自然嘴就说什么，手就怎么动。啊，富容貌，甚至都能产生变化，直接的变化，而不是说你化妆与不化妆，相由心生啊。那说妇德，说女人会想到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我们再拉回来说一遍，那怎么无才就是德了呢？后来又有人加上一句话，叫“男子有德便是才”。你如果聪明，应该就可以想通了。其实男女都一样，都强调这个“德”字嘛。你说德才兼备固然好，但是如果一个人有才无德，那是谁？曹操带领下的一众人马，下面团队所有人都是。有才，品德不好不够。那个别的国家像什么区域啊，那再说。所以你如果有德，你甚至可以笨一点，不要才，那可以慢慢培养嘛，技术嘛。你有心。那个"德"字底下有个心，用心什么都可以来的，只是先天聪明快一点，后天就慢一点。那女子有才便是德，什么意思？她有才是有才呀，她德是德呀，但是它会产生关联。一个人如果有才，他就自然的会表露出来，有意无意的，都显出你跟别人不一样，那凸显你的才能。其一是能者多劳，很累，你现在反而喜欢傻白甜，但是你能持家好不好呢？也好，只不过你才艺大。这个才气逼人，才气压人，你功劳就大，就压你的丈夫，压男人，那所有男人都看到你害怕，还不如一个女子，那在他们面前你是优越的，他们作为男人最需要的那点一点点虚荣心、面子，男人结婚就是为了当家长的，我说了算。你只要面子上我过得去，什么都好说。那实际上，那赚来的，实在的，全都给你、给孩子、给家。他就是不懂这个道理，所以你太过有才啊！你如果还能涵养丰富，你就懂得藏，懂得把功劳让给别人，让给丈夫，那你更了不起。